Hello， 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这位 Derek 啦。Derek 呢将会和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 Pure Residence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了。Hi Derek， 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erek。Derek，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黄金地点了，哇，有这一栋 Pure Residence， 我们很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，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这个模型就在这了。那基本上其实我们这个是整个 master 的啊，是一个 mixed development。mixed development 啊，那旁边有这个商场。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是在从旁边开始，我们有三栋的那个大楼，那个是 KL University， 然后 DBKL， 还有那个国家建设银行，就是 Bank Pembangunan 啊。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商场，这个是第二期的。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service apartment。然后 future 这边旁边就会有一个那个 five star 的 hotel。所以这个是那个 five star 的 hotel。对。OK， 所以 resident 就是在这里。这个是一个 service apartment， 我们叫 Q resident， 就是贵和高级住宅。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service apartment， 我们 future 是已经有上要了一个international branding 的 hotel management 来做管理的。 OK， 也是既安全又高尚。对，而且你可以享受酒店式的服务。哇，超赞的。然后我知道说它这一个，如果你觉得说我在这里休息的有点闷闷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来这里广场。对，然后基本上因为现在在吉隆坡市中心里面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，我们是这边是直接连接过来吉隆坡的那个轻轨，对，就是我们的 monorail。然后这一边呢可以搭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一边搭到那个布吉槟榔，就是靠近北北的那边呢，然后金三角的地方，就是吉隆坡最中心的地方，然后可以直接搭到我们的 KL Central， 就是中航广场，然后从那一边直接转那个高铁去到机场。其实基本上，所以从国际机场来到家里是多省的。所以是这个交通方面，你是根本不需要塞车，对，不需要烦恼。对，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，其实在吉隆坡市中心是很少的。非常非常有限的。那我也知道说这一次是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套式，对吗？对，其实我们是从最小的就是667平方尺，到最大的1300平方尺，就是两房的，一房和两房的。参观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刚刚 Derek 就有说他们是两款的这个房套式，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款呢，就是应该就是两房的。两房的，对，1300多平方尺的。1300多平方尺，哇，是一家大小子，哇，好舒服哎。那这个是两房，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，这边是厨房，我们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那其实你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看到的呢，每一样东西，我们这个房子是精装的，精装就是全家具。你任何看到的东西，厨房啊、冰箱，然后桌椅，全部都有的，包括你的都有。摆设没有，那当然啊，餐具啊，好像这个墙上的那一种摆设没有。然后你在卧室里面呢，我们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这边有一个厕所，有一个卫浴，那这边有一个房间，然后这边就是主卧，主人房啊，主人房。那主人房这边有，对，有一个另外一个洗手间，然后这边呢，所以包括床枕头也包括了，枕头也有，对，橱柜全部都有了。所以是很吸引的，那我听到我就觉得很吸引。简单来说，你只要一手买着行李箱，你来到这里就可以入住了。对，超方便，对不对？想要知道更多，对吗？欢迎你来到这一个 Q Resident 的这一个 Gallery 询问更多更多的详情哦。我们等着你，谢谢 Derek， 谢谢。